十五号郭淑梅所演唱的歌曲《冰点》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，午安。这个时阵应该正当嘞，正当嘞，那些宣布员，正当的官员，那叫千里也回定了，啊，千里也回定了，田牛来，哎，千里也回定，那个乡干们，乡干们，他就要给给装起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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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要给，装，还是拜他，你讲嘛，一个拜他，头发凝旧了，有无？听红的牙啦，祝我阿伟林来了，听红的牙啦。来安哦，这是无红包的吼、哦。哇！哎，稍等一下，恁即马是咧办什么？恁即马是咧办什么？恁办冠军，这拢冠军吗？第五名拢冠军哦！天啊，我即马看哈冠军。啊，这个叫四爷，你无做冠军是怪哦。我想讲第五名那是冠军啊，阿廖诶，恁拢无交代。我想讲赢对。分数为完整啦。啊，分数嘿。重点是这个杯啊，就是。我们是尾牙，重要是这个杯啊。嘿，对，就是。哎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再来五位往前站。往上班。